在天空，随一丝清风摘下了一块入口，形容心微微失重，兴奋又惶恐，或许你懂。沉睡冰川逐渐消融，光轻拂裂缝，想抓住这份激动，把你捧在手中，对你情有独钟，希望你懂。陪着你置身大雨中，一起等彩虹，陪着你仰望那星空，做我们的梦，这情渴望有了所有的苦痛，就让这爱爱爱汹涌。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，真而愚弄，我可以陪你笑也陪你疯，就让这爱爱爱汹涌。我要给你一份爱的尊重，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，真而愚弄，我可以陪你笑也陪你疯，就让这爱爱爱汹涌。你不是胖了，你是怀孕了，恭喜你要当妈妈了。你非得要说那个神秘有多好，有多有责任心，多有担当，你看现在把闺女伤成这样。那是因为你女儿喜欢，咱做父母的不就得。就得应该在关键的问题上给他们把关。我早就说过了，这些大家族那人际关系太复杂了，就算甜甜跟沈秘结了婚，那以后还不知道又出什么事儿呢。咱们本来就不图他们钱，就想有个安稳。要是他跟沈晨好就好了，那以后就不会有什么事。哎，玉贤，你说妈说的对不对？妈，那个其实沈晨是沈秘的堂弟。啊？我的天哪！我们家怎么就跟姓沈的扯不清呢？不是，那沈晨是沈晨，沈秘是沈秘啊。还能有什么区别呀？喂，先生您好，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？明天我有些东西想寄。哦，好。最早是什么时候？您要寄的物品是什么？一个屏风，白色的。怎么样，这个屏风不错吧？艺术版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沙发垫。这个呢？茶几。那个呢？落地灯。不是，你没事吧？我都认识。对，这儿的东西你都认识，一看一眼你就知道是什么，是因为它们所有的质感、材质，全部都一目了然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……你看看你买的这个东西，你说它是个空调过滤网，我都信。但是我在客厅住，你老出来进去的，我得保证自己的隐私和安全。我不是反对你买屏风，我只是觉得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，这个东西显得特别的突兀，特别的神奇，很丑。最重要的是，多好看呢、啊！是你的审美无法理解，我行。
我要睡觉了。这个区域现在就是我的了，我的睡觉区域。你到屏风那边去，然后帮我把灯关上。晚安。你还不睡啊？先生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先生，您在听吗？哦，先不用了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韩叔，孟楠这几天一直都住在酒店，您抽空去看看他。孟楠这个孩子，当年这件事，我原以为可以让所有人得到幸福，可现在看来，与之相关的每个人的命运都被迫改变了。这个因果该是由我来承担的。但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让你们来背负，我伤害了孟楠，也对不住你。如果说因为这件事情，搭上了你们两个一辈子的幸福，我永远没法原谅自己。原谅，韩叔，您觉得像我这样的人，还有资格去谈原谅？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一个意外，我是知道的。即便所有人都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沈秘已经死了，埋在那棵树下的人本来应该是我。我的身份，我的财富，还有我的家庭，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的。全部都是沈秘给我的，就连我的名字都是。孟楠说的特别对，像我这样的人，确实根本就不配拥有幸福。如果死可以解决一切，我宁愿现在就去死。但是为了完成沈秘的心愿，我就必须要活着。当年那件事你还在调查吗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不要再调查了。韩叔，后天就是婚礼了，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准备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卡洛，来。你能不能让绿川再多安排一条啊？给谁啊？给你呀、啊！这脑子一天都想什么呢？我脑子想你呢呀。
爷爷，沈密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的大孙子马上就要迈进人生崭新的阶段，我这个做爷爷的总得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。还记得那天晚上我问你人生最难的事儿是什么吗？是心安。嗯，那你现在的心安定了没有啊？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去做，用不着管别人怎么说。爷爷，我真的做不到心安，我现在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自己心安，我只能相信我现在做的就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沈密，其实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绝对的正确，到了我这个年岁再回头看看，你就会知道其实当初不管选择走哪条路都一样能走到终点。孩子，所以人呐，自己的真心才是最重要的，如果活得把真心都丢了，那这辈子就太可悲了。姐，你不会又在想那个负心汉了吧？不是，我只是提不起精神了。活动快要开始了，你调整好自己情绪啊。我知道了，不用你说。哎，姑姑和老陈呢？他们刚才不是还在呢吗？哎，对呀，他俩跑哪儿去了？啊？你说这沈是不是故意的？就在我旁边。欺人太甚！哎，你好，请出示一下邀请函。邀请函啊！哎呀，我忘带了。这邀请函怎么能不带呢？这么大声！哎呦，老公，我忘带了。哎，忘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熟人啊，走吧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没有邀请函不能进去。哎呀，这位兄弟，我们跟沈总很熟，都是老熟人，你就通融一下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哎，对对对，不行。那个，再说我们现在回去拿也来不及，赶不上了。这大喜的日子，我们不能缺席的啊！谢谢。是是是。哎，真的不可以，先生。见过最漂亮的新娘了。是啊，韩小姐真的太有气质了。谢谢。我这边弄得差不多了，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？
您觉得我这身婚纱好看吗？再过半个小时，我就会挽着您的手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穿过红毯，在庄重圣洁的音乐声中，您把我的手交到新郎的手中，然后看着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舞台，完成最后的仪式，接受所有人的祝福。这么令人激动的场面，爸爸，您不为我高兴吗？你刚才问我决定好了没有，我现在可以回答你，20年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。爸，您怎么看着有点不太高兴啊？没有啊，我高兴着。新郎，新郎，啊！看来我们的新郎一定是被新娘高雅圣洁的气质、聘平华贵的美貌所深深的吸引看呆了。来，让我们用点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他。就要学识了，我不进去闹下，我这心我是绞着，我这一把火。放心，看我的。大哥，是这样。沈总，哎，哥们，走啊，走啊，放开！站住！松开！你不松开！
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最为神圣的新人宣誓环节。神秘先生，韩墨南小姐，无论健康疾病，无论富贵贫穷，无论人生的顺境逆境，往后余生，你们都愿意。神秘，神秘，神秘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怎么有脸站在这儿？神秘，你不是你，你对得起谁家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赶紧让他出去！但是你不要拦着我！神秘，你怎么有脸对得起他们？你放开我！别拉我！你个人渣，你放开我！神秘，你个王八蛋！节目挺丰富的。上面你个王八蛋，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出去！哎，出去！哎，大神，你疯了？你咬我！各位来宾，一段小插曲，相信绝对不会阻挡我们两位新人要携手共度余生、共敬爱河的坚定决心。姐姐，姐姐，送你一朵花吧，还有满天星。我觉得满天星很好，它简单纯净美丽，但又不争不抢，总是在默默的付出。我觉得以后呢，咱们家里就都放满天星，好吗？我不要了，谢谢你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宣誓环节。神秘先生，韩梦南小姐，无论健康疾病，无论贫穷富贵，无论人生的顺境逆境，你们是否都愿意往后余生不离不弃，直到永远？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。我不愿意。把话筒给我吧。一句话想对神秘先生和在场所有的来宾说，很抱歉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一场本该喜庆祥和、圣洁感人的结婚仪式，同时也对给在场亲友带来的困扰感到万分抱歉。我和沈秘3岁就认识了，到如今
20多年过去，至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他时的情景。那是在一家很小的面馆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我高呢。他在我身边转来转去，吵吵闹闹个不停，烦都烦死了。后来因为我们两家走得很近，所以会经常见面，又是同岁，总能玩在一起。待的时间久了，我就慢慢喜欢上他。虽然他还是很吵闹，但他对我真的很好，还经常会给我准备惊喜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变得在意他，会想他，跟他分开会不舒服，会难过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感，可能是爱，也可能不是，但是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他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，我们想和彼此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，直到沈密在国外遇到意外，我们被迫分开了8年。这一切都变了，今天我和沈密站在这里，我脑海中仍然记得我跟他曾经在一起所有的美好画面。他为我笨拙地弹尤克里里，为我用鲜花做成戒指。他曾发誓要娶我，要永远和我在一起。这些都是我生命中最真实的记忆，它不会被时间带走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。但时间它真的很可怕，它可以让记忆变模糊，可以改变很多东西，可以改变那些我认为的理所应当、应该、必须、绝不容置疑，也可以让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。走完这一圈就回家，我和你一样贪玩耍。所以今天我看着沈密先生，晚风总爱牵动着，我清楚地知道，虽然还是我们，但我们已经不是我们了。左边是你，右边爆米花，画面讲述一个童话，他们彼此守望，我想你也会神秘这样。我不爱你了，如今你还在我身旁，往后余生不离不弃的誓言我说不出口，也做不到。谢谢你帮我完成20的执念，今天我终于和你一起穿上婚纱，走过红毯，我们交换彼此时光，我没有遗憾了。或许时光不算漫长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老板。人世事变迁，带不走你天真与善良，我难以想象。再见了，沈密，我要去找寻我自己的幸福了，你要好好的。再见了。只要你还
还在我身旁，我的呼唤就有回响，总会有一天我要被整个世界彻底遗忘，不留迹象，只有你还记得我模样。他们两个怎么回事？年轻人啊，换着花样做呀。雨贤，雨贤，雨贤，你姐手机一直打不通，她在哪儿？别叫那么亲好吗？我跟你不熟。要不是现场有这么多人，我真想踢我姐给你一拳。揍死我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告诉我你姐在哪儿，我立马滚好吗？不知道。就算是知道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雨贤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别碰我！雨贤，喂，喂，米总，卡洛，卡洛他不见了。内湖不错，等下去那边玩吧。好，风景好。你看，有条狗。走，去，抓住它。不是野狗啊，没有主人。你看，它脖子上有项圈。啊！别动啊！傻狗，还想咬我？这么厉害，自己捡住你！卡洛，糟了！天天，你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，没事了。神秘，你别碰我！你不跟韩梦楠去结婚，你跑过来招惹我干什么？你听我说，天天，放开我！没有婚礼了，我没有和梦楠结婚。那韩律师，他怎么办？孟楠他
现在应该去找顾博士了吧？甜甜，你听我解释好吗？放手！你放开我！你拦着我又想干什么？韩律师走了，所以你才来找我，对吗？反正我就是一块破抹布，你想扔就扔。听我说好吗？你放开我！这个大骗子带着个小骗子，你们合起伙来一起骗我。卡洛自己不会把项圈拿下来的，一定有别的原因。我问你了吗？我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你留着那些解释的话跟你未婚妻说去。我不会再离开你了，给我次机会好不好？当初说分手的是你，现在说复合的人也是你，为什么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那你问过我的感受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之前我的所作所为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伤害，我也知道，无论我现在怎么跟你解释，也无法弥补我所带给你的这些伤害。不论你现在想怎么骂我，我都能接受。我也不奢求你现在就能原谅我，我只是想请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们好好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，好吗？甜甜，卡洛好像不行了，卡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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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脏不好了，得马上手术，快，卡洛。卡洛目前什么情况？我已经在手术室了，要做什么准备？左侧心音听不清，腹式呼吸，我推测是气胸。你赶紧做好手术的准备，我马上到。好的，我马上准备。还有老陈到了吗？陈大夫他还没来。快快快，赶紧联系他。好的。卡洛，再坚持一下，卡洛。沈咪，你再开快点。卡洛，坚持住啊，卡洛。老陈呢？老陈他快做术前准备，做手术。建成同志，你看，你看看我的头上啊！你看这包，我这连轻伤都算不上。鉴定报告都出来了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也没用。再说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你们自己协商一下怎么调解吧。行了。调解了，金亚同志，您看这事儿怎么个调解啊？首先啊，你得给人家道个歉。哎，四位兄弟，对不起大家，给大家道个歉啊，是我意气用事，那个下不为例，抱歉抱歉，对不起。金亚同志，您看这样是不是就可以？完了，道个歉就完了。合着我这都白来了。行，那这样，你冲这儿，冲这儿，跟你一样，两下，随便来，解解气行吧。你，警察同志，你自己看看，就这态度啊？这位帅哥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代他向就是你们四位帅哥也说个对不起啊，这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要不这样吧。就你们说个数，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，那这事儿解决呗。同志，您看行吗？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
怎么办？陈大夫到现在还联系不上，我给他留了言，可是卡洛现在必须马上手术了。我知道了，我来。文静，立刻准备手术。在你醒醒醒醒！醒醒，仔仔，仔仔，你醒醒醒醒！醒醒，仔仔，你醒醒！下刀要稳，下刀一定要稳。胸腹部的切口一般比较大，所以要用直弓式。我可能不行，我还是下不去手。我的女儿是最好的动物医生，怎么可能不行？你看，所有的人都相信你，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你的同事，还有这些病患，他们都在相信你。你还记得他们跟你说了什么吗？虎子的事你尽力了，自始至终你都没放弃，就像那一次一样。当所有人都放弃救卡洛的时候，只有你在坚持，所以卡洛才活了下来。你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，对于卡洛来说，你就是他的英雄。谢谢你啊，田医生。真的要谢谢你。谢谢啊。谢谢。加油。甜甜，甜甜，没事吧？可以开始吗？开始。将我一人装下，我千百次被你融化，却不知如何表达。我只能抱紧你啊，如今你还在我身旁，一同穿梭时间熙攘。有一天，我要被整个世界征服。